渐回应，渐渐唤醒，渐渐又想你，在道别之前起雨，念起你的声音，关进我眷恋的梦里，在天明之前，念念之间，连连流动着思念。总有那么一个瞬间，燃尽我心间的火焰，总有那么一份牵念，在你我之间凝结，那一切在彼此世界，在不同世界，我在远远思念长见，刹那喋喋声言叠成了永远也梦里的见。按下电源开关，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，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，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，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，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，跃出了现实的天窗，透明翅膀，靠着月亮飞翔，搜寻最美一个现实的天堂，越过世界尽头，跟随我的预感，乘着幻想的风，散落无数的光芒。机器的声音继续呼唤，在网络的太阳找不到让遗忘躲藏的地方，神秘的通道即将开放，不忘的心情兴奋不完，抛弃了太疲惫的肉身，跃出了现实的
欧莱雅抖音官方级。